下面这边呢是五月天的演唱会现场，但五月天还没来呀、啊，这个大部分都是内场吧。不好，我觉得我在这儿听的都觉得震耳欲聋的。先准备好身份证原件。三大道南侧有多个检票口。此刻，你也成为了五月天。Woo!
因为如果到时候一个这么大的女团里面空空的，那不是很丢脸吗？后来没多久，鸟巢开卖了，五月天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不但开了一场，而且还追加了一场。鸟巢不但没有空空的，而且两天都是全满的。喜欢的一首五月天的歌，你猜是什么？睡觉。不是。恋爱 ING。你就选这首歌。对。上一次来鸟巢还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今天再来已经是16年后了。这次在鸟巢感受了五月天的演唱会，感觉很不错。虽然我听五月天的歌不多，正如散场的时候我说的，在我所听的五月天歌曲里面，我最喜欢的是恋爱 ING。恋爱 ING 是五月天的一首经典歌曲，它以轻快的旋律、充满活力的歌词和动人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。五月天的音乐风格一直以动感活力著称，音乐里面有一种向上的力量，而恋爱 ING 这首歌曲更是将这种风格发挥到了极致。歌曲的旋律自然流畅，让人不禁想要跟着节奏摇摆，无论是前奏的吉他弹奏还是副歌部分的合唱，都让人感觉到无比的愉悦。歌词也是这首歌曲的一大亮点。歌曲的歌词从男性的视角展现了爱情的美好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对爱情的渴望。五月天的成员们在这首歌曲中的表现非常出色，他
他们的声音充满了活力和激情，让人感觉到无比的振奋。他们演唱的技巧也非常出色，能够将歌曲的情感和氛围表达得淋漓尽致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恋爱 ING 它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青春的象征。它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青春的活力，也激发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未来的憧憬。因此我非常推荐这首歌曲，它值得每一个人去聆听和感受。我觉得今天晚上是一个视听盛宴嘛，我觉得，但是有两点我必须要说。第一个是一个遗憾，如果陈绮贞是今天晚上来，那就是双厨狂喜。那是因为你喜欢陈绮贞，我就还好。对，我觉得五月天不愧是顶流，说实话，他的整个现场的制作，他的包括他的歌声，他的渲染力，然后他那个歌曲的安排，我觉得都是顶级的。我觉得他们会是那种创作型的歌手，他们都自己写词写曲嘛。今天就算是那些我没有听过的歌，我也觉得就是很好听。我们看演唱会是从2023年的五月天在鸟巢开演唱会开始的，但是那次没有抢到票，却打开了我们看演唱会兴趣的大门。短短半年，我们疯狂抢票，看了梁静茹、房东的猫、张韶涵、詹雯婷、周杰伦、郭靖、王心凌、林俊杰的演唱会。因为去年看了太多，所以今年已经失去了看演唱会的兴趣了。不过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听到五月天试唱，在鸟巢闲逛的时候又听到了五月天演唱会现场的歌声，瞬间吊起我们的胃口。我觉得这是上天在给我暗示，于是我抢了一张山顶票，正式来到了现场听五月天的演唱。一个月之内三次听到五月天的歌声，由听不清到听得到，最后到听得爽，让我有了体验层次不同的经历。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，一年之中我听演唱会的经历由五月天开始到五月天结束，让记忆终于有了专属五月天的五月。这真是一场完美的补完计划。观众您好，活动已经结束了，乘坐拜拜了鸟巢，请右转。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，请不要忘记点击加关注和一键三连喽。